我最近啊，接到几个很多的，接到几个业务啊，非常特殊。说委员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代买台酒公司的泡面啊？台酒公司的泡面啊，那推出了三款，第一款呢是它的麻油鸡面，号称它不但比米酒还好，而且它用的是15年的花雕酒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是花雕鸡面啊，花雕鸡面，还有一个是老坛不晓什么面啊。所有的通路商啊，超商啊，大卖场通通买不到。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啊，这个面到底要去哪里买才买得到啊？这一点哈，我要对台湾烟酒公司大大的按一个赞，他们非常的有创意。那最近推出很多新的产品，包括这个产品都非常畅销。东西好买不到没有用啊！正常供货我问了，听说还要2天呢。还要2天？是是啊，目前缺货。你是不是也有接到选民的请托啊？不然怎么知道还要2天？目前缺货。国家生产的东西，如果产销不顺啊，如果它供货不及的话，部长唯你是问啊，要怎么解决呢？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项产品这么畅销了。所以我可以把这些选民服务案都转给你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是，你说的哈，我就转到烟酒公司去。